六个班今天好像把我的奶挤疼了，把我的奶油给挤疼了。我们选六号选什么？花钱。要花完啊，大哥！要花完啊，大哥！爸，我希望两年以后或者几年以后，别人能说我是你爸。不是，我是你爸，是你是陈飞宇他爸。我们今天那个中七八，七八。由毛不染，毛不染，毛不染演唱的不染。等一下。我有个徒弟叫毛不易，但是毛不染是谁我真不知道。